这位可是我的好朋友，我的死党，我的搭档。说起来呢，每次要访问他的时候，我每次就觉得我最开心。哦，嗯，就特别开心啊。对呀，只有跟他站在一起的时候，我才觉得我高高在上。哦，我们一起来欢迎他，张清芳。哦，好，欢迎他，先带来一首歌曲。是不是？哎，还是给一点意见。阿、啊、你搞要紧了，危险啊！不好听吗？危险了，怎么样？听危危险、嗯，危险？为什么啦？你、啊、将会危险。啊我跟你讲，他有金家青料北拜，他有说要录这一集回去给他看哦。在美国。哎呀，是不是？其实那种声音甜甜的唱这样的歌曲，还真是蛮可爱的。是是。哎，小熊没哈？哎，有一点么熊吗？唱悲伤的歌，可能你都有较差一撮，咱讲实在。哎，你的声音太脆了，有这个感觉。没有啦，历练不够啦，我承认啦，哦、对不对？对对，这是历练吗？没有啦，声音啦，对啦，这声音一定要稍微刺伤他一下。歌唱的太好了，每次就是夸他，他的尾巴都翘起来了，有吗？你看那个屁股。没啦，没有啦，这歌曲确实要在揣摩上有一点点的。困难哈、哦欸，你这个衣服蛮方便的、哦、还可以直接放麦克风。我、哦、今天穿这样越来越性感呢。不是吗？其实他身材很好，嗯，塞啊塞啊叫，但是嚼嚼嚼，应有尽有，内涵丰富。不要这样，不要这样，啊、都是让后面的乐师这个。哎呦，哪里啦？我的不爱懂哦，另外后边有，你再设计的不好。刚才谁冲下了？便宜了我们后面乐队老师了，你看啦，真是没有啦，就这样。哦，哦那就是啊，那北是输了，有不用哈，调啊调啊。到底是哪一面是正面的？笑
像话吗？这什么话呀？说实在，阿芳啊，这种歌声啊，好像唱不管是唱国语歌或闽南语歌，其实都很好听。那种声音甜甜嗲嗲的，是不是啊？是是，尤其今天这样，我们这个是这种现场这种收音啊，这样子是美好的乐团的伴奏之下，今天阵容很坚强。林老师一定要挑几首好歌给我们听，挑几首好听的歌来唱唱，好不好？跟两位唱，那挑战性更大，将会算什么呢？哎呦，越来越具信心。对对对对，说到刚才的烦恼，您这个声音比较脆啊，有的歌可能诠释起来哈，他的声音非常沙哑，然后。我是在打嗝，我大概唱歌拢在打嗝。哇，那个怎么学都学不会。他可以唱一种属于那种懒洋洋、浪漫的那种味道。对对对对，这跟个性有关了。哎呦，因为在家里什么事情我都是懒洋洋的，你都这样，唱歌也是懒洋洋的。老公，像话吗？这样好了，既然有两种的这个对不对？我们这种声音质的不同啊，我们选一首歌，一个低音的，一个高音，让大家来感受一下，好吧？好啊，就选这首，我学了蛮久的。秋风雅物，秋风雅物，好歌好曲，来，林老师。味道分得很清楚，听完就想睡着了，骨头都酥掉了。听阿芳的那种这种唱法，就适合在早晨的时候，清脆高亢。刚起床的时候听这样的声音，就很有精神。这样听我的声音，就差不多听完之后就可以睡觉了。是啊，就是你们两个都过完了瘾，但我这么久怎么办？对啊，把它跟几条塞来难做会啊。恭喜啊！塞人呢混合唱在一起。啊哟，阿内马哥来给他三唱，你看。我拿狼 K 来算了。好，狼 K 来算了。狼 K， 狼 K， 狼 K， 狼 K 来算何日君再来？你看。哦，何日君再来啊？不阿内马，来我们这个，我怎样？三个不同的版本嘛。啊，够像。日文。你也一样啊。我也一样啊，我什么嘛一样。哦，够搞呢。不一样了。日语的。Q 啦。Q 个啥啦啦啦 Q。日语你来包办啊，我来包办。那这个国语呢？国语我好了啦。哎呦，你来唱。台语好啦，台语好啦。对对，你辛苦啊，我先来。你这么偏要徛足久诶。是啊，你都在唱来，我痛啊，那个叫酒叫酒。来来，弄走弄走。来，林老师，请。我来先来唱。
怨叹无归心，用心用笑眯，一夜来相会，付出无怨悔，烧酒干一杯，说出心内。